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在场的小朋友来推荐这个组合盆栽啊。那今天这个活动呢，主要呢是农委会补助哦，然后交由这个中华盆花协会来做这个植栽的推广哦。那我想我们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啊，让更多的小朋友他从小就可以去接触在植栽。可以认识更多的植物，然后透过组合盆栽的乐趣，动手做的乐趣，能够让更亲近植物，更喜欢植物。那未来也可以在自己居家生活上做一个绿美化的布置。今年办多少梯次啊？这个活动总共大概预计大概是30场，然后大全省都会有。那我们是交给这个组合盆栽委员会的一些绿手指老师来办理。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这次在花木市场这边有2场。哦，全省30场就对。30场，对对对。那你觉得这个植栽对一般的这个游客或者是对一般民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植栽本来就是有美化环境啊，然后我们可以多接触一点绿色，其实对我们生活的那个居家的品质也会有提升。那从自己动手做的乐趣里面，你照顾植栽，那你可以去亲近植物，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